分手啦。分手呢两个字，好似我每次拍拖都会听到。我第一次拍拖是同一个理科的女仔，我用独有的数学方程式征服了她。解唔解到啊？是咁解嘅。有趣。解唔解到啊？解到。你俾多一个学期嘅时间我，我实解到噶。同我拍咗拖咁耐，你啲数学都仲系咁差，我谂我哋都唔系咁适合啦，分手啦。冇啦，为咗你，我放弃篮球啊！我去补习啊，你唔好走啊！我第二次拍拖系同一个玩柔道嘅女仔，格斗少女深深地吸引住我。喂，阿丽，今晚得唔得闲？共我屋企啊！我屋企张床又大又舒服噶，死开啦！八婆，敬酒唔饮饮罚酒啊！我捉住佢，喂！我今日就同你就地正法，数下我条巨龙。B B 救命啊 ！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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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！懦夫。B B， 你有冇事啊？我估唔到你咁废，我唔中意懦夫噶。我唔系懦夫啊，唔系啊。分手啦 ，B B， 我扶阿妈你啊！我第三次拍拖系实习嘅时候，同另一个实习生产生咗感情。嗱，唞阵先啦。多谢。送你包冷饭，唔食啊，你食啊，又唔啱啊，系嘅，边食得惯饭盒啊？咩意思啊你？我知 Stephen 啊嘛，难怪你呢排有啲怪啦。你讲咩啊？唔关 Stephen 事啊，系我喺我哋身上睇唔到将来啊，唔通食成世饭盒打成世工啊？咁我几时先买楼啊？对唔住啊，啱啱先系我多心，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啊。我不想再等了，分手啦！我会努力的。分手这两个字我听得太多，可能是我的命运，我注定要错过每一个我喜欢的女仔。拍了拖这么久，你究竟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从来都没有去了解过我的。分手啦！一直以嚟，我的确系唔够关心你，我唔系一个合格嘅男朋友。对唔住。安仲豪，我话分手你系真系走嘅咩？你唔使氹下我嘅咩？点解你个人咁蠢噶？对唔住啊，咁我以为你唔要我啊嘛，我系好嬲啫嘛，但我边有话唔要你啊？
唔会走，以后都唔会走。可能人生你会有好多错过嘅女仔，但总会有一个唔愿意错过你嘅女仔，所以永远都唔好俾佢放手。